target.飞镖，飞镖，飞镖！那直接出去了。我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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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看，试看。对呀，相信我啦！相信我，相信我！你要助跑，你要助跑，空白键按着，空白键按着。你是说要飞镖？对对对对对。飞机呀，根本就没有出现哦。 打一把枪叫做好朋友，走啊！补枪，最好的朋友。Ask Pacatori to send us a vehicle。对吧？有有。啊，其实我们刚刚山顶上面直接把车开到飞到里面去才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公公哎，对不对？刚才飞进去就没事啦。我觉得他们刚刚自己打架，我觉得还蛮好打的啊。皮皮，你上车了吗？上来了，上来了。 我有看到外面，我上车了。有有有，所以我要开始奔跑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才看你最后一刻你上车。辉辉哥订阅你2个月。辉哥，谢谢辉哥。哈哈哈，这太干嘛了？到底是可以啦，稳啦。我们是8人驱动啊，我们背后有轮子可以开。等一下，他又要抓到我们三个了，又一个白痴想开车上山路。 他没想到，原来车子也可以抓。可不可以认真开车啊？哇，我认真开车啦，这么认真你还没写？1.8公里嘛，对不对？有有有有。现在是晚上，我觉得有点讨厌晚上。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联合军去抓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联合军他可能没有收到那个货款，就是那个海洛因的货款。 所以他可能就不是。哦，对了，对，他如果要是再不自杀，有没有迟早也是被人干掉的。对啊，而且会死得更惨。所以狗急跳墙啊！过这个弯就到了。OK。我前面刚刚有那个油量。前面来了，大大大大大！你们这姿势也太好笑。打啊，快点啦！再打了，再打了，再打了！有有有有有有！哎哎哎，没钱的啦，北七哦。 在他们的基地那边打好一点，OK。我靠！OK个屁呀！你跑到人家基地乱！我怎么会在人家基地乱？又不是我开的车。拉一个，拉一个，拉一个！我们都死了，怎么拉？PD没死啊！PD还在。PD拉一个。 有狙击手啦，我不敢把狙击手打死。对，有狙击手，把你把狙击干掉，把狙击干掉就可以过来救了。行不行啊？你打快死枪！啊，在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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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枪法很烂呢。靠，这种路怎么没死？来有两个，来两个，来，皮皮两个人来了。哇靠！好烂哦！ 好烂哦！不是我镜头一放下来，看到一个人脸贴在我脸上，超抓的。所以有两个人来了。我狙击镜，我狙击镜镜头那边出现一个人脸，你不会怕？靠，好可怕！为什么直接在 Eric 不敢拿狙击镜呢？TP，好可怕！别TP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李天，哎，我在啊。 来来来，我在车上，你看看，怎样？看什么？没看啊。车震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太丑了！我太以为你叫我看什么，不然说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就车震没，不然呢？很烂呢。现在几百公尺而已，900多，800多。 快到了，通常很近的距离我们都走好久。对啊，乐趣所在。外面有小飞机跟着，好可爱。怎么又来这边了？
这里不是那个吗？我看，对啊，巡逻车啊，那个补给车啊。车子好难开啊，这里。哎呦，到到到，300公尺差不多了，保持警戒。好，有办法开个灯照一下对面吗？当然不行啊，你要给那个军队，真的军队，军队，为什么 ？Hostile down。哎，那一发就触发了？没有啊。他们刚有哒哒，没有啦。他灯，他打他会说什么？那个猎捕中。哦，谢谢我们的玉春风，感谢玉春风订阅。玩一玩。We need to get these vaccines to Qatari's people ASAP. Let's get inside the outpost, find the truck, and haul. 哎，前面。Copy that. 吓死我！不要，对啊，稳好不好？稳。来，那个侦察机丢一下，看一下。我用那个望远镜在看。哎，不要！前面有人。Eyes on a grunt. He's alone. Sniper up in the tower. 我看到一个。太暗了，看不到、啊。OK. Tango down.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Tango down. Time to collect. 有准。侦察机看一下。那边有一个。你那屋子上面有没有人啊？我来。你小心哦。这不能炮枪的、啊。我这狙击镜是这个，把那路灯打一打、啊，这个可以 ，OK。靠，那个好像打不掉，真的吗？可以的。行不行？行，我可以。有一个要走过来哦。有人吗？哎靠！枪声怎么大声？有收。你应该消音管没有装啊？记得装。装了。哦，有一个。不要被发现。就是我们要 ghost 到底啊！这个要帮我收掉哦。哪一个？几号 ？OK， 一号。OK， 收了。去。好，里面还有吗？上面还有4-5个人，让我更靠近一点，看一下，好像有人哦，注意一下，那房子好像有人啊，房子里面有人吗？等一下，我在探，等我，有蛮多点看到了，没有，房子里面没人。这边有一个、哦，收了，门口两个，我们从右边这个楼梯上去吧，这边楼梯斜口那个先干掉吧。啊，我被网挡住了，我被网挡住了，你能射吗？等他走过来哦，等他走过来，等他过网子，是可以射看，可是有了，过了 ，OK， 好，有了，杀了，走这边。我是你的眼，等一下、哦，这个地方可以先收掉那边的，保持安静。帐篷那边打不掉吧？有一个在卡车那边，没关系，先收卡车那个。前面那个机枪手先干掉。靠，白痴哦！为什么两个同时开枪啊？我怎么知道刚好嘛？那个雷达后面有一个，雷达后面有一个。帐篷后面一个，这边这个，有一个走过来了，我来。你们两个睡觉，你干嘛？他们摸进去，尽量把他干掉好了，拿刀把他捅死啊！可以冲了。突然频道广播，不好意思。That's a kill。我把他老二打掉了，可以吗？干得掉吗？好 ，go。睡觉那两个把他干掉。等我，我看，我这边地图被那个 RC 挡住了。
OK， 我看到了。再我要再写一点。他们不在睡觉吗？我来，不用，你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，我来。不用吗？我来，没事，我来。确定你 OK？ 我可以，可以，交给我。你要直接偷袭他们、啊？他这边是不是有人聊天啊？他们醒着，他们醒着，有在动，在讲床边小故事啦。我打一。好，快点打。好，来啊、哦。三二，他起来了。哦，睡。看我枪弹弹到。哎呀，你们旁边有人啊！靠，没弹到，就近战直接打死就好了。你枪声怎么那么大？旁边没弹到啊！几人？帐篷里面。帐篷里面还有三个。真假的这么多、哦？没关系，你可以先来拉，先来拉皮弟。拉皮弟。糟糕，雷了。可以。靠，刚够死的超好的、欸。不是皮弟，水中消音管呐、啊。OK。走了。快吧，做完赶快走了。因为他们一定会来，有啦，他们的那个前军来了，快啊，撤哦 ！I'll drive， 快，人来，快！哎，等一下，前面有敌人，等一下！快点！啊，这是两人做的，你们先走。好，快！皮弟掩护！从山坡下去啊、哦！这滚下去啊！好，这边被挡住了，这个威力好贱哦！他不给冲啊！皮弟，你上面掩护一下、啊。直接退！直升机哦！退！哦，走喽！靠，烂石头！哇，前面都是人！没关系，可以突破！有破炮，他们开破炮哦！我中弹！齐天，我中弹了！在哪里？我们还没死。不是你中弹是死了吗？没死。又来一台！三颗星了！皮弟，我先走啊！我完全射不到他们。皮弟牺牲了！皮弟牺牲了！靠，这烂路哎、欸！路超烂的，你等下在后面丢，他们如果追上来，你就丢几个那个榴弹把他们炸掉。我这边的角度没办法看到他们，我只能在正侧方，所以没办法看任何一边。他们开坦克，你们小心。还是我下来牺牲？不要！你等下没人可以掩护我。我垫够。把我们追好紧哦。欸，他们开破炮，你们小心哦、喔！没事，打不到。直升机，几天直升机！我没办法打，我打不到，我这位置完完全全只能打侧面而已。我今天贴了3B走了，因为这直升机一直扫，等下我们车子快爆炸了。OK， 我可以垫后。还是你要先下车把它修理掉啊！我来，我下，你我走。消灭了。有啊，星叫，这样好，可以等我，我到了，我可以。星灭了。Nice， 我继续走，我继续开我的，待会直接在那目的地汇合吧。对，没问题。下车。我根本就在玩那个南美洲模拟卡车哎、欸，听不觉得我都在当车夫吗？没办法，你驾驶技术是我们里面最好的啊。那你说要检讨一下，驾驶技术这么烂？所以我们就直接垫后啊。我靠，任务失败了。任务失败？没有，我以为任务会失败，没事，可以稳。成功啦，我们成功了。
欸，我又在想，我们这样子死掉，那个政府的抚恤金应该付不出来了吧？你还在想抚恤金啊？你没有赔政府钱就已经不错了。Well, we aim to please. The cartel may dial up their efforts to make up for lost. 他说：“刚刚打人老二，现在放老二跑了。老皮，你跟喜天出柜了吗？哈哈哈！庆祝我们第二十个月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天天。好，那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就明天再打吧，因为现在已经11:26了，其实差不多了吧。OK 啊，那也开了。OK OK， 明天是打王啊，明天是打王。明天没有王已经死了，王已经死了。靠，为什么莫名其妙被通缉？”王已经这边这个区域的王已经死了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对付那个瘟疫吧？因为瘟疫的话，现在我们还要打败两个安全部门的小首领，就是打那个石墙跟那个缉毒警的缉毒局的干员啊，有没有 ？OK， 因为我们还要再干掉两个小首领，才可以去挑战那个这个区域的王。这区域的王叫瘟疫啊 ，OK OK， 他是负责安全部门的，所以他应该是有蛮多的武装，就是什么枪械啊。可是不对啊，你看。我们这边有好多都看不到，欸，就是不明，因为我们现在线索不够啊，线索不够啊，哦，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，去把附近的线索给拉出来吧，看看到底是哪一个人在掌控这个地方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先这样咯，感谢各位观众今天晚上的收看，现在时间是2017年3月9日的11:27，那么希望大家。除了看实况之外呢，如果前面没追到，也可以到我们 YouTube 去追我们的实况进度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了啊！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呢，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。是我们哦，不是说我是我们，还有喜天更远。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。好了，是的，那么就希望明天呢，我们再继续来我们的这个 Ghost Recon Wonderland。那希望雪兔的。年限应该也可以赶快处理好吧？如果他赶快修好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。因为我觉得真的还蛮，真的还蛮有趣的。对，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，真的是各种八七，就是真的有，真的还蛮有趣的。